可以。那怎么样？思乡。思乡。
敢唱他们。那我们唱的是为什么？所以为什么我们唱的人最吵气？最吵就是声乐器。为什么最吵就是声乐器？就声乐器根本没有把弹伴奏的弹钢琴在音乐节的谱上进行看，根本就没放在眼里，跟我没关系，我要谱上声。这就是声乐器的这个一个什么？所以下次你们一定要在没问唱的歌，你换一首歌。你不能说。